有一个小女生对圣诞老人讲，我的圣诞愿望是人瘦一点，钱包胖一点，拜托了，千万别再弄错了，去年你就给我弄反，今年千万要记住。人瘦一点，钱包胖一点。小女生先对这个圣诞老人讲，今年的耶诞节我想要一只独角兽，独角兽啊，独角兽啊。圣诞老人对他讲，你要实际一点啊。那小女生讲，好吧，我想要一个男朋友。圣诞老人回答他，那你想要什么颜色的独角兽呢？两个男人讲话，你知道暗恋跟喜欢一个人的差别是什么吗？另外一个男人回答，暗恋是对方不知道，喜欢是对方知道。另外一个男人讲，错，暗恋是不用花钱，喜欢的要花钱。老婆问老公，昨天半夜里你为什么尖叫不止？老公说，讲说我做了一个梦。老婆，你梦见什么东东啊这么怕？老公讲，我就是梦见了你。经过捐血站的时候啊，有人去捐血，刚好有两个年轻人在装这个，他身体很好，一个说我要捐200cc， 另一个他要比他强，他说我捐400cc。 然后护士小姐就看我，我袖子一剪，露出洁白的手背，用不屑的眼神看着他们，然后豪气十足的讲，全部抽干。老师问小明，什么是压力，什么是紧张，什么是恐慌，什么是震撼，这四个有何区别？小明很严肃地回答，压力是老婆怀孕了，紧张是小三怀孕了，恐慌是两个都怀孕了，震撼的是自己已经是结扎了。老师为了向学生证明抽烟的害处，特意把香烟中提取的尼古丁放在一个小虫的身子上面，不一会儿这个小虫就死了。老师接着问小明，你看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？小明回答，抽烟不会长虫。老师问小明，小明你知道世界上七大洲八大洋分别是什么吗？小明回答，所谓七大洲就是八宝洲、黑米洲、绿豆洲、红糖粥、桃花羹粥、天山雪莲粥、皮蛋瘦肉粥。老师就忍住了，问八大洋，小明回答，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火羊羊、软羊羊、慢羊羊、小刀羊、前羊燕。老师讲，滚出去。